この力、おそらく全てを可能にする。私が皆を守る。超死竜マイル、竜魂の力はすでに覚醒した。たとえ心身が変わろうとも、私であることに変わりはない。どんな犠牲を払ってでも、この力で私の願いを叶えてみせる。来了，欢迎回来《三国之幻想大陆》。那今天看完我们这个帅气的片头，就知道我们要干嘛了。对，没有错，今天是我们三幻里程碑的重要的一天。在我们5月1号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台服啊，雷霆造云终于开放了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来看一下我们雷霆造云的活动，然后大概看一下5月1号有更新干嘛，有哪些东西。那最后的话会来讲一下我们的骑车。骑车的话，一般来说我都是自己无聊刷一刷啦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奖励都差不多了。然后这次的话，我那个比较好刷，然后想说调整了一下，然后发现调整某些东西齁，那个战力大概差了1亿哦，这个那个伤害啊大概差了1亿哦，我原本是大概3点多亿左右，然后突然调整了一个东西，只是两个东西互相交换一下啊，然后就变4.7了。那再多刷一下应该是 OK 的。那目前来说排名是23名，所以如果你是比较 care 奖励的话，因为我是觉得差不多啦，每次差一起啊都差200换新而已嘛。那如果你是比较 care 排名的话，那你可以听一下那个，有些一两个地方交换的话，差异来说是还蛮大的。OK 啦，我们今天就来抽一下我们的雷霆造云啊，这算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重点所在。那招募的话，这一次的话，商店我看已经有一些大老玩家啊，已经大概300抽已经无火了啊，超真的超级猛的。那这玩意儿的话，可以看一下，目前来说的话，500换新啊，可以买。那这个东西的话是 SP 招募剑哦，是未来只要你是魂将的角色都可以用。所以如果你是无氪玩家或是资源比较少的玩家的话，是可以像我们的那个卷轴一样留下来啊，等你有需要的时候再抽。那除了我们那个换新包是每个人必买之外了，无氪玩家或是大氪玩家都要必买之外，那再来的话就是要用台币去那个就是去支持这个活动啊。那里面来说礼包比较值钱的啦，大概就这个了啦，就是每可以先买一次啊，33块买5个。啊，至少的话33块买到2500的一个换新，其实是非常划算的。后面的话看个人的一个需求，如果你是绝对无氪玩家的话，那就是把这个卷轴留着啊，到时候看你的阵容里面需要哪一只魂角。那20几抽基本上来抽的话应该是比较难抽到了，不过我们等一下会试试看啊，如果能抽到一只本体的话，我们就把它留着，然后等到我们那个赤焰咒语的话再抽。然后这个是那个龙筋啊，龙筋，然后再来这个是龙鳞啊，这都来换资源，等一下都来抽一下。OK 啦，这是我们这次的雷霆造云，因为最主要我们的那个龙魂记，这个龙魂殿啊，最主要目前来说的话要抽到雷霆造云才可以开启，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开的话你也没属性。那我们今天就来抽一下吧，哎，来看看抽不到的话我们再加码那个33抽。那现在玩看这失联教学官啊，雷霆造云在绑定诸葛亮的时候作为羁绊效果，首回合可以打出比较高的伤害。我来试试看，哦，帅啊，你就算没有钱买啊，他也让你玩一下，呵呵，还算 OK 啊，还算 OK。哦，这还固定，好帅哦！哦，帅哥啊，帅哥！雷霆造云在绑定法阵的时候，那个生存能力会比较强一点。好，来看一下啊，上水盾，龙逆袭。哦，不痛哦，不痛啊！这应该是展示官吧？哦，秒杀！哇，好帅！哇，魂将真的是太帅了，受不了！然后在绑定诸葛亮羁绊效果的时候呢，有效克制对方爆发的输出，因为他会那个嘛，就是上限会压制住，跟太子灭一样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来摆中间啊，跟张辽单挑。有没有龙魂将？这个是彩色的，超炫炮的。来了，天罚之力！哇，帅哥啊，打得不痛。这哪测得出来？这个怎么打都是一滴血。哇，这个太猛了吧！哇，太嚣张了。OK 啦，切后啊，完成啊。这个三关是给你那个赵云装逼用的。OK 啦，然后这是挑战的关卡，然后这个到时候再慢慢挑战就可以了，不用魏国武将，不用魏国武将，好，那这就慢慢的自己去搭配了。好了 ，OK 啦，就自己玩一下就好了，这个跟平常在玩那个游戏是一样的，那就不浪费时间了。剧情的话呢，我来看一下啊，送你送我们一张卡，
我不在跟黑龙作战吗？你是何人？我是白龙。诶，他有配音吗？没有。好了，没有配音了。好了 ，OK 了，这个剧情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是太帅了。OK， 那我们就来抽一下我们的那个 SP， 目前有22张，然后几率的话，我先讲一下那个好了。来，先讲一下那个骑车，骑车比较快一点。骑车的话，这次大家推吼应该都不困难，因为随便阵容摆一摆都差不多。然后呢，最主要的是我的吕布，然后郭嘉跟那个谁张辽啊，那个五星啊，还有个四星的。所以这个东西的话，应该是无氪玩家应该都是有的啦，那甚至系数应该都比较高。那这样子配法的话，最主要我的第一个差异点吼是在那个灵宠这边，最大是在灵宠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的那个宠物是这样摆的啊，这样子摆的话，伤害绝对大概都只有三亿多，而且是非常就很普通的那个伤害，大概都是三亿多左右，基本上不会差哪里去，正负不会差到2000万。然后呢，这两个玩意一交换之后啊，我们的虽然说都不会死哦，但是这个九尾的伤害明显还是比我们的那个小鹿来的那个高，它的一个总伤害来说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。随便刷啊都非常高，这个高不是误差范围内的高，所以如果你要刷的话，建议把九尾啊带来主战位。那主战位的话，在那个熊猫我试过，那个伤害没有到顶高，即使死掉伤害还会特别高，所以有时候输的时候我们的伤害反而是那个增强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要注意一下。 OK 了，那我的阵容就是这样刷出来的，然后看个人，如果你要把它小鹿呢换成那个熊猫的话应该也行，只是我觉得那个伤害没有到很顶高。那这个阵容的话应该是很轻松啦，那个浆果应该大家都有嘛，诸葛狗的话基本上看个人，你其他部分的话都是普通抽都抽得到的角色，这样凑起来的话4.7还蛮轻松的，这没有特别刷，就是单纯刷出来就可以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来抽我们的魂将吧，这才是重点。来，几率的话整只啊 3%， 我操，然后那个一个碎片石的话是 8%， 然后其他一些垃圾的话差不多是60%。OK 啦，那我们今天先单抽个两抽，因为我们要存这个啦，我们要存这个卷轴。我今天抽个12抽好了啦，那个留个10抽啊，等未来的那个赤焰周瑜。那先来5抽试试看好了，能抽到我们就不用浪费时间。来，一发入魂，中魂将啊，如此猖狂！你感情中了，我就再除那个33块钱。发射，靠腰。干龙鳞给我，哇！看龙鳞够那么多要干嘛？干，真的假的？啊，再一抽，没有的话我们就单抽了。来，不放手，直到我们第一只的魂将到手。雷霆赵云来一只，我们解龙魂殿。干你老师，全空啊！龙鳞跟龙筋，哦干，这么雷。啊！逼我单抽，哇！那这样子，那些大佬300抽无火，那是怎么抽出来的？我都搞不懂。我们刚10抽空大哎，他如果也是40抽保底的话，那应该也差不多啊。看鸟屎，降魂，他有保底吗？哦，有了，他保底，他50抽才保底，50抽保底，那大佬300抽，看这样子抽得到无火，怎么可能？那个运气会不会太扯？来吧，来一只，我只要一只10碎片。哎呀，10碎片，我们现在总共有几碎片呢？看一下哦，看真的是他奶奶的尴尬。哎，我们的雷霆赵云啊，我们的雷霆赵云，哦，有了。雷霆赵云买碎片再加那个碎片啊，还差20碎片啊，至少把它搞出来好了啊，要是搞不出来是很尴尬一件事情。来，那就再一抽吧，来吧，20碎片5抽不困难吧，大哥啊，大哥 3% 一整只20碎片来了，干，只有5碎片，哇，好小气哦！哇，我还差4-5碎片，来吧！哇，好机车哦，这个东西。
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坑人啊，我还不如每个礼拜来买碎片斩算了。有了，干龙筋，干沙小，等一下再去换。50抽保底，干我抽的都快20抽呢，20抽一只本体都没有，人家300抽是怎么抽出无火的？这太困难了吧？有了吧？干还是5碎片，干我还差10碎片。啊、8%，剩3抽啊，剩3抽。来，一发入魂啊！不求你本整只来个10碎片吧，我至少开一个本体吧，要不然这很丢人。有了，好秒死，还是龙晶。哎，再两抽了，真抓塞。但不是吧？第一个魂将就这么落塞，我很久没抽卡了耶。不来个发射，没有，最后一抽了，8%加3%，11%的几率啊，可以让我完成我们的那个愿望。一发入魂，雷霆赵云如此猖狂，妙思。好了，比我这么久没有困，没有用啊，四龙金就没有用，好了。比我33块，那我们魔法小卡拿出来了啊！除了33块钱啊，来个5张，来我们来试试看呵呵看。啊，我想说超稳的耶，20几抽，一只本体不为过吧？干，真的是完全不，真的是完全不出货。干，300抽无火是怎么抽出来的？有了，靠腰。干，你是来闹的是不是？干，降魂精华。那我这等不下去了，来个5碎片。哎呀，5碎片，我们够了吗？我看一下哦。那我们最后一抽啊，最后一抽，我们目前的话差5碎片，差5碎片哦，所以我们一只啊10碎片、5碎片都可以，外加一个龙筋都是 OK 的啊。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，大概是10%、40%，我们有1半1半的几率可以把我们的雷霆噪音给呼唤出来。看，超坑的，那看300抽5火，怎么可能？我30抽连一只都还没出来，有了吧？干，干，差5碎片啊！干，我真的要出170吗？我真的是，看我真的是昏倒呢！干，叫不出来啊！干，差5碎片，你哪骂嘞？干，你根本来闹的！哦，可恶！干，傻小。你要我多一个碎片吗？哦，丁啊，多一个碎片都不行。那我这要出170了嘛？干，真的是很浪费。好了，算了啦，除了啦。好啦，除啦啊，非常的机车，浪费我300块200块的那个钱啊，总该出一只了吧？哦天哪，我只是想一只，大哥，一只有这么困难？大哥，我已经除了两魔法小卡，除2包了，大哥。好啦，我受够了啊，这个留着，我们把那个雷霆噪音给叫出来吧。天哪，这一只浪费了我200块台币。哦，算，一马过去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最主要是来看一下龙魂殿，来龙魂殿，来开放，然后可以点进去，然后这个是他的那个护佑，然后升阶跟炼魂啊，这个还不行，叫无火才行。哇，那这可尴尬了呀！这呵呵哦，这个很难搞哎，龙魂殿的那个属性。哇，那这可久了。然后到达无火的时候升阶，然后它才变强。哎，好吧，算了，那个自己之后再玩一下好了啊，只有这一只。OK 啦，大家可以去抽一下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直接至少开一只啊。没兴趣的话，不要抽也没关系。大家每个礼拜还是可以从那个商店，然后在这个远征武将这边用碎片还是可以买，用迷币还是可以买，所以不一定要抽啊，你的礼包可以留下来。我这个只是展示运气给大家看啊，非常的落塞。OK， 就这样啦，那大家可以去玩一下我们第一支魂将的一个活动。那就先试一下，我是轩老，感谢收看，下次有缘再见。